本人是天主教徒，就是近年看过法师讲经，得些念佛法门，现在每日念佛，这样会佛与本来信仰起冲突？不起冲突啊，我跟天主教的在中国的大主教傅铁山先生，我们是老朋友啊，我每次到北京一定去拜访啊，决定没冲突啊，我们都承认天主是佛的化身，佛是天主的化身，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没有冲突。